科技大学的五名学生在2012年日本举办的自走车电脑鼠的国际赛当中获得了一金三铜还有一个特别奖的成绩，这是台湾队伍参赛以来的最佳表现。这群长期在研究室研究电路系统、自行设计车款跟驱动程式的优秀选手，是累积了学长学姐的经验，再加上自己的创意发想，以台湾品牌的自走车跟电脑鼠在国际赛事成为台湾之光。龙华科技大学的教师委蝉联在日本举办的第33届自走车国际赛冠军。大学时代决定自己的志向，以兴趣为基础深入研究。教师委虽然近年在国内的竞技失利，却连续两次在国际赛扬眉吐气。我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又可以得到一次冠军，就是刚好就是我的一些方式，然后就是刚好就是比较好，就对，就利用这些经验，然后去改良我们的车子。在学校的嵌入式控制系统研究室，团队大多是学长带着学弟，以传承精神，将使用红外线的竞速自走车和迷宫电脑鼠两套系统，一代一代研发成速度最快的小精灵，在赛道间快意驰骋。或是综合迷宫，找出最快速度的路径方程式。2009年开始，研究室的成员以辛苦打造的小型机器人，逐步在国际比赛中打开台湾的知名度。指导老师苏锦辉看准这群有潜力的学生，将研究成果全部浓缩在这个小型自走系统里。驱动这个自走车跑的就是这两颗，我们叫直流伺服马达。它叫伺服的原因是接线出来这个地方啊，除了让马达有电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轮子跑多少圈，我们从这个信号里面可以知道。驱动程式由小小的四方格全盘掌控，微控制器啊，就有点像电脑的 CPU 一样。可是电脑里面啊，它有硬碟有记忆体，那在这颗微控制器里面，它的硬碟跟记忆通通都已经放到里面去了。那所以这一颗应该是这台车的心脏，这个负责去看看它到底跑多远。前方的红外线侦测系统是驱动车的眼睛，可以评估赛道状况，找出安全抵达终点的路。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自走车比的是速度。竞赛者都想以最快速度平安抵达终点，但往往欲速则不达。因为速度快，离心力大，遇上弯道很容易甩尾打滑，往往是眼见即将抵达终点，还是功败垂成。在比赛场合，不时听见惋惜声。在有限的时间里，以极限速度跑完全程才是王道。日本赛事2012年，台湾拿下历年最佳成绩。除了赵世伟蝉联自走车冠军，研究所一年级的吴玉成以国内赛冠军的光环也获得第三名的佳绩。这个就是提示符号，如果前面漏掉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补看。红外线如果比较多，就可以看比较广。获得铜牌的吴玉成所设计的自走车，红外线比冠军赵世伟的还多了4颗，等于是摄影机换了一个广角镜。红外线比较宽的话，可以看线的范围比较广，保险起见就速度可能就慢一点了。为了让直线加速度达到巅峰，选手都会在正式比赛开始前让车子进行探路搜索，再用轮子转一转，这样就可以出现一些设定画面，最后才以选单决定车子的速度。这个就是选单，然后右边是选择轮胎，这个胎框，还有齿轮是联动在马达轴上面，这个印刷电路板就当作是这台车的底盘。国际赛事选手交流，对自己和研究团队来说都是难得的经验。以竞赛写下学习故事，他们自己写程式画电路图，亲手打造梦想车。就是这边是我们的 CPU。绝不会一试就成功，也不可能第一台车就是追求速度的千里马。原本我们是用所谓的梯形的 mini， 那我又把它改成就是 sine curve 的 mini 之后，就是它那种方法可以比较好的抵消离心力。程式只有好坏，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电脑鼠是它要怎么走是自己设计出来的，
他必须要自己找出来一条路，他认为最短的路，从那边冲到那边，不会成功不成功，只会说好跟不好的。您就是最年轻的成员，大学三年级的游宗玉是团队的储备选手，也是超级秘密武器。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参加很多比赛这样，然后就是有接触电脑鼠的项目这样，然后就是比较基础的。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是特别专精做电脑鼠这样。这次他以直线加速最快以及超炫的车头灯获得评审的特别奖。他是往前照的，一般灯是往上照的这样，然后他做往前照就看起来会比较亮的感觉，指向性的光源这样。这台车的话，事实上是在比赛差不多前两个月才完成的这样。对，这台车也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制作。来自五国112支队伍的高手同台竞技，自走车台湾分站13名，电脑鼠的竞争，研究所三年级的傅传宪以6.729秒勇夺第三，是台湾历年来的最佳成绩。这是一个势必的过程，就像人类的演化一样，就是它会从一开始比较基础的，就是不能讲基础，就是从一个阶段性。终日埋首研究室，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也不管外行人怎么看。就像钓鱼一样，就是别人教你怎么钓，那你可能以后势必是要自己去寻找钓鱼的地点，这样像这样子。所以其实自己去寻找一个好的矿场，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对，外行人看我们就是只是觉得就是这样子，可是这我们自己在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就很够。平日努力终于获得肯定，这群投入大把时间在研究室的大男生很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继续发展新一代的自走车和电脑鼠，期待下一次的国际赛，让台湾再度名扬四海。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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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